他说你们少队长是横校支持，逃难逃得出卖自己的老队长，太远了。你是怕你飞出去以后回不来，所以想留点回忆，痛死。所以我还能再见到小姑娘。All you can do is pray。要是学长在的话，一定会答应的。精彩大结局，明晚9点，一把青。